雜嘅。唔緊要啊，之前我話好似唔夠複雜㗎。你睇一個你就會 OK。咁你今日畢業禮喎，係咪要整啲蒸㗎？真係好蒸啊！都蒸出嚟。因為你真係呢個係寫生技巧咯。要令到啲花瓣佢真係咁樣包實。一重又一重，其實同頭先畫海浪差唔多。好啦，要做好咩啊？其實這是一些純粹寫生的技巧怎麼做出來的，昨天那些呢就是講學那些筆法，你學完筆法再做這些它就會有多一個變化，那些花就全部都好像真的那些花一樣慢慢不不不不整完一次再整不不不不海浪一樣不訓練耐性一流，訓練耐性你都要識喺嗰度勾嗰啲筆頭，唔係想試啊！所以初初你要學嗰啲筆法啊嘛，初初你咪學咗啲筆法啦，係啊，將嗰啲筆法咧畫好咗嘅之後咧，咁你而家咪有得做啊？啊，如果唔係冇得做，啊，好緊要啊！